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准备携二妹同行去赶集去。上车。应该是吧。走了，走。到地方了，今天来这儿买点菜。这段时间家里经常有人干活啥的，然后再一个自己家吃饭。看这人多不多，卖啥都有。热热闹闹的，五元，姑娘果，这是家姑娘，家姑娘甜的，怎么样？还行，想吃啊？甜，嘎嘎甜，哎呀，是我，哪个甜？嘎嘎甜，这甜。这一溜全是卖衣服的，啥样都有。能穿点半截袖吗？啊，那天我都买衣服都不要，夏天穿不着，我说的。太冷吧？这家伙冷啊，你看呢？我看哈。嗯，我奶奶穿不了。嗯。多少钱呀、啊？原先一百多，现在甩了就30多。这地方没有卖贵的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原价1000多，卖25就更好。哈哈哈哈哈。尝尝就行。不瘦啊。咋你试穿啊，大哥？啊，你替我奶试试啊？给你奶试试。你的体型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比我高，比我膀了。转一圈我看看。你穿正好。那真是啊，你穿正好，我感觉。没事，你给奶买，给那个奶买回来穿。没事，你看看那啥吧。45，年点吧，40。你不是砍价，不都20-20砍吗？那他你再砍砍没了吗？25。这大啥了？这个好吃啊！这好吃，可粘人。这个是稍微大一号的，这个是稍微小一点的。那二号的，这头号的，哪个好啊？你吃完饭你再来那个，来这个。那这个吃的过瘾呗？还是啊，对。那拿这个吧，你这现在这儿就一袋啊？啊，就这一袋的。哦。都腰子。行，你给便宜点呗。1、2。好嘞，这买点大碴子，有好多朋友我看想吃这个，然后不行送给大家一些尝尝。3块的。再买点豆角，再买点茄子，这再买点尖椒，然后刚才还买的芹菜，这茄子都掉那儿。那个到家上卖到了，你说这买菜。咋，塑料袋太次了哈？太小了，塑料袋不让跑。这第一波采购已经完成，哎，是的，快点来第二波，嗯，可舒服了啊！你试一下的那个鞋，多少钱一双啊？十块一双。我试哪个呀？是这个，那小老得劲了，你试一下。我不喜欢这样的，大的吧，大的吧，给我爸也来一双呗。那爸，我是长那么小。行，你试一下。现在这个鞋有点太小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我这都伸不进去了。这有点小，要不要再大点的带劲点的？这个大哈。这个还能强点，还是？这最大的。这个是最大的哈。应该是差不多。这个行。他那个带带儿。哎呀，这穿不好看，还是给他俩让他俩来买吧。干妈，你要买肉啊？买点肉呗，这个还行，27。你看这个腰子还挺肥的。哦，买多少啊？少买点呗，就贵。少买是买多少？对，要买就买这肉。哎呀，这样子，100块钱吧。你等它肉掉价再买呀。现在肉都涨价了。我家就是3点，多了我就给你多嘎点。你家都从3顶喂的。要100块钱这样，我也不会吃。这多好，这嘎子，你这刀下来不全？带肉，小瘦着。是吧？这玩意儿，这点不点100多，200块钱啊？我那多钱？149块。都要一会儿给你研研。149块。卖30不卖30。真软了。我的妈呀，肥肉太厚了。哎，你吃吧。炖豆角，现在地方人讲话，正好石头肉。海肥肉挑扔个石头角吧，嘎嘎香啊！干一车呀！那必须的。真是购物，是吧？嗯。来，关上吧。大礼上就值个。哎呀，这还没买完，还得买鸡蛋呢。还没买鸡蛋呢。哎呀，天啊，真热啊！你看这俩大。
太热了，回家得冲个澡吧。今天都有多少度？32度。哎呦，受不了了。正好赶上中午了，上这吃个重庆小面吧。这大份儿，是吧？挺好。能吃两碗。看我这一大一碗，再配个饮料，中午我就吃这个了。这已经吃完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